现在您感受到明显的剧烈摇晃，主要是呢现在在北部地区，尤其在台北，现在呢发生了有地震的情况，地牛发生。那么现场你们可以看到呢，其实现在我本人在现场几乎站都站不稳了。那尤其我们的天花板哦，几乎是剧烈的摇晃，很多东西都掉下来。也提醒在地紧张，因为连我自己在镜头前都有一些慌张。而您现在应该可以感受得到，我们现在呢摄影棚天摇地动，我们的摄影棚在八楼左右，现在的晃动是非常明显，而且是上下左右非常明显的晃动，的确是让很多人觉得相当的紧张。而且现在包括我在镜头前面已经站不准稳了，我们现在马上来看事情，我们包括了摄影棚的上方都有一些器材呢正在往下掉。地震速报已经告诉我们了，在7:58左右呢发生的有感地震，这是非常有感的。而且呢震央看起来是在花莲地区，觉得非常紧张，因为连我自己在镜头前都有一些慌张。南埔指数3级左右，大家不要紧张，这样的地震感受的确是比较明显的。包括摄影棚都已经有灯架开始在倒下来了，因为摇晃的时间相当长，从刚刚地震一开始到现在哦，可能持续时间已经有将近40秒甚至50秒左右，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停。